氹仔美高梅的大堂。有条鱼咯，好，我去睇下。呢啲一嚿嚿金色嘅金砖咧，就系新整嘅，就过年嘅时候，呢啲春节嘅特色，上次嚟都未有。有啲各地嘅各国嘅银仔嘅，都有人民币。金丝，呢个大堂呢度呢几嚿云有啲。又藝術家，呢個一即1357點，仲有個表演嘅，有個上次我哋錄過一次。空間好多藝術品咁，呢邊係個好多呢啲咁嘅壁畫，原來都好似地氈咁嘅。
度有几幅蔡国强的作品。哇，先大赶个正门嗰度有幅未录低。桂芬香，我嚟睇下最靓嗰幅。呢幅佢人最大，系咪最贵啊？唔知，反正冇标价，唔知卖唔卖。街砖同个墙去衬翻嗰个色，呢边啲房价可能贵过我哋嗰边。高梅，我哋已经 check 咗 in 啦。房间 number， 楼层十一楼。咁咧，我哋 check in 嘅时候咧 ，reception 咧问我哋加唔加390元 upgrade 间房，就去高啲嘅楼层，咁就可以望到对面酒店嘅花园同埋泳池嘅。因为我哋之前住过对面，咁我就知道对面系大概咩环境。
咁但係我哋而家21,000蚊，加390，即係加40%，我覺得太貴啦，唔值得。間房都大嘅，佢寫42方，咁一入嚟右手邊就係洗手間啦，咁就係個堂門，堂門。咁咧有啲遙控啦，咁佢嗰個浴缸咧，嗰個簾咧就可以自動伸縮嘅。咁啊，雙洗手台，浴缸。望到間房，但係對面冇乜景噶啦，對面嘅酒店。好，用品一般啦，普通嘢。果然是便宜的，水很細緻，但是冰箱的東西就免費的，全部都，但是他這些東西做得很高級，我開始以為，咦，14度，跟14度的食物都像，正常的洗護用品。那這邊是沐浴的，有得坐，正常的花灑，普通，跟著這裡是，好去廁所的地方，咁三區都係分開嘅，咁呢度有個全身鏡，全身鏡呢度應該係鎖咗噶啦，有冇鎖？哦，鎖咗應該，但係呢個有乜作用咧？呢個開嚟嘅作用係咩咧？咦，我真係唔知佢呢個開嚟嘅作用係咩喎？放結，可能是放結。好，跟住呢邊是衣櫃，雙門衣櫃，正常浴巾、拖鞋、稱，睇下個拖鞋先，拖鞋應該都是毛巾拖鞋嚟嘅。